今天要挑战的这个是号称全世界最难的丹增希拉瑞机场，它在尼泊尔，那它是一个登圣母峰之前需要上的一个机场，它的海拔高度有9000英尺，换算一下，差不多是5栋101的高度了。它之所以被列入这个全世界的十大危险机场，是因为它的跑道前方全部都是断崖。它如果太早降的话，你就会掉到悬崖里面。再加上这边附近的山脉非常容易起大雾，所以在真实世界里面降落这个机场是难度非常高的。那这个机场也有收录在微软模拟飞行降落挑战的 Epic， 就是中等难度的机场里面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挑战一下这个机场。只能看小地图了，这什么鬼啊？这团雾是什么鬼啊？我有没有对到啊？我真的不知道我有没有对到哎、欸。太早落地了。哦，再来。这样子有没有啊？哦，57万哦，刚落得很软呢、欸，有点作弊了。哎，可以目视到机场的时候再往右转就好了。我们绕开云，我们从云的左边走，然后绕着云的外围，可以哦，好像可以哦。啊，我速度控好。啊，你看它这边开始就掉速度了，现在就67嘛，50是失速嘛。哦，这次有对到了。好，放一点点精益，可以收点油门喽。我、哦、靠，这个下沉气流是哇！等一下！你没有看到刚才飞机整台被往下拉吗？我这样落地之前突然沉下去、欸，我不能够把自己拉到失速、欸，我应该要比安全的那个50再高一点，我可能要抓到60、欸，60以下就紧绷了，因为它60到50一瞬间掉下去了、欸，我们再晚一点收啊，维持64，很好。63，啊，破60的，推一点油门，哇，这个速度慢慢被吃掉，好可怕、啊！稳住，没有失速，稳住，收油门，收一点，再收，哇！哇，这什么鬼啊？这什么鬼机场啊？太可怕了吧！前面明明就对得很准的。所以我刚刚一开始65下去不够，我可能要70下去，所以也许我在提早下去的时候，我要一边下一边吹油门。哦，你看它65降到60嘛，啊60下去都爆掉了嘛，所以我应该要70下去变65。哎呦，我在荧幕角度目视到机场了，这里是机场，嘿嘿嘿，机场在这里，超赞。先维持85啊，待会一定会掉回70。你看哦，这样子就对超准，所以我们的策略这次改变一下，多抓一点速度下去，看起来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我觉得可以收一点点，还是不要收，不要冒险，收一点，80太多了，这场不错哦，75再收一点，不要急醉，好，全收，来，可以，这场可以，有，平飘，飘起来。这场我有，我觉得有，这一定有，这一定有分数高于60的吧，60以上了，各位，飞出了一个 B 就觉得好有成就感，进步了，我应该把左下角画面拉大哦，我刚跑去晾衣服，再把它放小的，应该要放这样子。这样才你们比较看得到我的操作。好，我相机快要没电了，我等下换电池。有点低，先拉高一点。我们一样等跑道出现。我看到跑道。觉得我的摇杆需要上个油，一直发出比关一关的声音。往左边修正。这样可以哦，好，来一个，平飘，飘一下，
这样几分嘞？怎么觉得好像飞得还不赖？左边右边没有晃啊，然后直直的下去啊，这应该……我靠，怎么可能那么高分？我靠！我破纪录，我飞出 A 了，被分数吓到，我前面都抓不到要领，然后一直修正，就是突然飞出一个100万，太爽啦！不错不错不错，哇、哦，三项都超高的啦，哇、哦，好完美哦，志奇让我自豪一分钟。前面真的是我应该有，我们刚刚是不是降度应该有15次了，20次了？抓到能见度之后，慢慢就进步了。我们刚刚从一开始，我一开始降3000分而已，降那个超烂的分数，现在可以到这个地方哎、欸，超赞的！感谢感谢感谢哦，今天这样子很有成就感，很开心啊！太赞了太赞了，开心开心。